Hello，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关注翡翠易师傅。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期最近收的非常不错的一件收藏的精品达摩坎皇家绿。这件料的话有2.1公斤啊，这一件料是近期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件料子。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光线，然后这个黄味啊非常艳，然后里面飘一些绿花，整体大面积的话是没有毛病的，啊，可以这样子切，一刀一刀的切，然后中间有很多花啊，可以看得到这些地方很多花，这些都是绿，然后这个绿的话浑身都有啊，这些地方都有，浑身都有。啊，切进去的话，基本上每一片都有机会带上这个色。现在市面上皇家绿的料子已经非常稀缺了，加上这个料的块头有块头，2.1公斤，是值得大家收藏的，也是给大家推荐的。来，首先给我看一下这个皮哈，这个皮上面类似这种翻砂，然后有一点发黑的感觉。啊，这个是一点苍蝇刺都看不到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老的皮了，达摩坎非常老的皮，而且全身都有红防匪。我们来欣赏一下全身的一个表现。这个牌子的话有很多啊，牌子可以出很多，10个8个没有问题啊。看一下这个品质。啊，现在到这种品质的皇家绿啊，非常少了。最主要是性价比还很高哈，性价比。这种品质的话，最低价啊，只要6万块啊。大家都知道，在我这里价格基本上都没得谈的啊，都是报的高性价比，最低价6万块。6万块可以买到2公斤多的大马卡皇家绿啊，这个料子的话，你如果是对翡翠原石感兴趣的话，你这是可以收藏啊，放着，都是每年增值的东西。我们来看完它的一个正常光线以后，我们来打灯看看啊，看一下这个打灯这个油亮程度，包括这种亮物啊，这种比较油亮的物，里面的底子都是非常干净的啊，从老的，它不仅雾好啊，里面的肉质底子也非常棒。这个连水都没有上啊，就是说你收到货就是这种表现，就是这种品质。看一下它的那个种分啊，这个已经是个冰黄啊，冰黄，里面很多小花啊，它这种大花是一眼就看得到啊，其实还有很多小花，这小花的话需要你去细细的看才看得到，你看没？这种，看到吗？小花这里很多这种小花。啊，切进去都会有的，然后这色哈，浓度也可以，色也一样哈，冰冰的色，冰冰的这个黄翡，啊，全身都有，看一下这个种，那喜欢这个翡翠原石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啊，真的是非常好的，真的非常好。它虽然说没有手镯啊，其实它这个大小是有的，但是它肯定是出不了。如果是有手镯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20-30万的东西了。所以说它没有手镯啊，它只有牌子，很多很多的牌子。那这种皇家绿2.1公斤啊，隆重推荐。这种是真的是可以收藏的啊，不多啊，真的是好货不多。而且这个价位，6万块这个价位，可遇不可求啊，可遇不可求，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好了，咱们这一期介绍这个达摩坎的一个精品给大家，如果是大家感兴趣啊，不要错过，咱们有好货再继续给大家分享，拜拜。